Hello，大家好，我是只会玩刀锋。这一场是我跟不用奥义真男人双排，不用奥义真男人居然打中路。OK， 那我们也很久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玩了，玩起来其实还蛮怀念的，因为其实我跟真男人是上上季，就是我单排打到 SS 第三名的时候，然后那一季之后我们又会开始一起双排之类，那也是我还没有开直播之前，就是会跟他打。开直播之后，我还记得当时他是在那个 YT 开的，所以我就看着他开台，不如我有朋友也在金刚开，我就去金刚开台一下吧。然后到最后现在的 YT 影片，就是一长串的一些蛮感性的。对，这时候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在争路嘛？然后我就想说怪了，那我就上路帮忙补个兵，不然这些兵感觉是白费掉，就把这些兵完成一个完美的收尾。多了这一波兵，所以我们的经验值也相当的高。OK 的。这个真男人打的是图伦，然后我们的兵线小丑跟艾瑞，然后辅助是那个佩纳。选角的时候稍微出了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两个都说要辅助，结果最后选了佩纳，然后就变成说艾瑞去打边线。没事，一样老问题，问题不大哦。我们一样先吃完两边的 buff， 然后再忍耐冷静的找这个进场的时机。OK， 把这个红给打掉。一样先把等级想办法弄到四级哦。四级之后就是刀锋宝贝会有多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刺杀术会得到一个良好的进场时机，以及减伤的效果还有回血的效果。OK， 我们这里稍微来下路看一下，对面的射手艾里还有对面的辅助克莱德都在上路。那我们来下路把兵打完，然后看一下何伟吃这个古龙，感觉是可以，感觉超人做不到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人刚刚在上，当然是理所当然是他们会靠中路，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玲珑给吃了。玲珑吃了之后往中路稍微靠一下，看会不会打起来。这时候他们往魔龙去靠，而且兵线上兵又退过去，很明显他们就是要开魔龙，所以我们的队友扣一下发起集合，然后正在集合，然后正在支援，然后一技扭一下，然后稍微瞄准一下这个制裁。这个制裁我这个轮盘我大概练了一下，我大概抓他的距离，就是差不多最远距离就可以打到。对的，然后这场是排位，OK， 这时候克莱德他刚跳过去，然后他的招都放完，我们就慢慢的配合红 buff 缓速杀他。这时候我们小丑被收到，但是没关系，我们稍微看一下有没有支援。感觉缓到这个艾里了，没有晕到，但是没关系。OK， 我们就沿着这个艾里跑吧，你追，我追你跑。OK， 缓速我们制裁好了，一套伤害打在对面的艾里身上，完成了200的开局，然后再吃这只智慧炎魔。之后研磨吃完之后，我们再吃这只金龟子。这一场的是一个偏顺风开场吧，但是前期来说，我们这一场并没有打得其他这么凶，就是让你一种稳稳开战。然后对了，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假如说我从一排开始打，就是我打用一的，用 D 的 ，E D C B A 这种，用这种场次来录影，你们会想看吗？就是各排位的刀锋讲解介绍这样。因为我看留言，很多人常常会问我说：“我现在到 C 排要怎么升上 B 排？我打在 B 排怎么打不到 A？ 为什么我卡在 A 上不了 S？” 我常常会看到这种回复留言，然后问我说 ：“A、B、C 排到底要怎么打 ？”OK。然后这里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OK， 配合队友入个野区，这个艾黎一个丢回旋镖，但是我大绝一技二技凶他一波，他血剩半条，我们就撩一咪咪的血，因为大绝会回血。大绝打过去之后，那短短几秒内你打的伤害会借由你打的伤害的几趴来回复你的血量哦。这里稍微压个伤了，哇，一个真男人图伦的配合，大绝之间收掉个这个艾黎。这个艾里收掉之后，我们当然上路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它推掉。然后说到这个兵是镜像的，看我们的兵在我们的内塔之中，那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们的兵也在内塔之中。这里本来想摸一下上路，但是 rush 来了。OK， 这里稍微做一个蹲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OK， 好像没有机会，紧往里面跑。那我们当然就果断撤退咯。佩纳补血，我们回去补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蓝，这个蓝相当美味可口又好吃，感觉是鲜甜鲜甜的，现捞上来的那一种。小丑说集合，但是没事，我们野区还有野怪，就是跟男人的一个默契吧。我们常常都在互相 carry， 之前啊，就是有打的时候，我玩刀锋，然后我打我的，他打他的，莫名其妙我们就赢了，真的。
好的，把这些野怪都收光光。其实我有在想过，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还没直播的时候，这个打法应该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打法。对，我们再看一下，顺到对面莉莉安身上，莉莉安超人一个帮他退，那就不行了，没有招，我们就要往后退了。这时候往后退，我们蹲在这个草丛，哎，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等技能 CD 好 ，OK， 技能 CD 好了，先针对对方的锦，一个一技能贴在对方脸上，二技能确保命中，然后最后大招土攻。重置配合队友的一个收割，然后重置的技能再收掉对面的鱿鱼。大家看一下对面的中路，对面的中路，哎，一个变回人心，一个大招毫不客气的上了对面中路脸上，一技能的搭配配合普攻，成功把对面中路给收掉了。然后佩纳这个奶量真的是相当的棒，等一下说看得漂亮，他那个每秒会回复我们以损失生命的一些趴数，所以我觉得那个佩纳的技能是相当 OP 的，然后把这个魔龙吃了，再吃这只灵鸟。这只灵鸟吃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哦。要是我们上路兵线是已经蛮深的，那我们野怪输了，当然是我们是选择吃野怪。如果这时候我们没有野怪，然后又要回血，那当然是回家，因为兵线好又没有野怪的情况，当然是回家补血，不要让把这些多余的时间给浪费掉了。我们这个把蓝 buff 给吃了，然后蓝区这边野怪也顺势的给他一样做一个清扫的动作，把这个蓝区野怪都清扫完之后，看一下队友中路好像会打起来，往那里靠，然后再随时看小地图拉一下画面。OK， 他们好像没有要打，但是还是继续往那边靠。看了一下，哎，我们红 buff 出了，他们好像没有要开战。那当然，我们现在选的色就是红 buff。就是之前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打法，其实我是没有看到有人这样打了，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团队游戏，然后推塔游戏吧。但是我的观念打法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因为之前我还没开直播之前，说真的，我没有看过任何一场传说对决的比赛，我的打法跟我自己的观念啊，我自己的观念不代表是对的，就是我自己研究出的打法就是自肥，这游戏就是。你等级比别人高，你当然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压过。哎，这时候来一个草丛，刚好看到对面的超人，哇哦！然后再去蹲一个草丛技能，先留着，然后先抓对面的锦，把对面的锦给抓掉之后，然后再看可不可以追上对面的鱿鱼。哦，不对，是章鱼。哦，一个大刀进去，咻咻咻！哎，我们等级就高嘛，然后打他也痛，还有一个暴击，小确幸，12级他才7级，所以我们打他是相当的痛，然后再加上扛伤的部分，我们等级高。自然扛的伤害也比较多咯。就是这个打法，我这个自肥的打法是真的蛮起争议的，有人也会看不顺眼，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单排然后这样打，真的是要这样打胜率才会比较高，所以可能也很多人也说我的打法就是比较偏自以为自私，都给我肥，那中路不用蓝吗？那辅助要怎么活之类的，但是我就是以这个游戏的胜率高为主，对。所以我之前在打的时候，包括自己打，包括有时候现在开台打，我都会把聊天关掉，因为我们就是要赢嘛，对吧？好啦，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你们也可以不喜欢，对，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内心想法跟我的用这一套打法的一些方法跟自己的心态要稍微调整一下，你要放下说，对，你就是在玩自己的单机游戏，对，哈哈哈。虽然可能会有点怪怪，但是还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啦。对啦，对啦，因为很多人一直问这一类的问题，说你这个打法是不是很有问题？这不是团队合作推塔游戏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虚自肥，不理会队友？这样是不是乱打？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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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就是在这一部影片跟你们说明，这是我以上自己的一些打法以及观点啦。对对对，开始要看一下队友，他们全部都去打我们的团战嘛，就是对面的艾里超人那些，那当然我们毫不客气的配合我们的艾瑞，就成功把这个凯撒给收掉了。其实这个凯撒的龙时机，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时机就是对面三塔全爆，你吃这只凯撒，等兵线带进去，然后中路丢一只龙，他们就基本上就 GG 了，因为那个三只大只的超级兵真的非常痛，而且你要进化下去，哦，不得了了，跟你讲。OK， 一样把这个冬兵给清掉。上面清掉之后，看可不可以追这只艾里哦。然后用一个一技能加速的情况下，哎，一个大绝顺在对面的艾里身上。他丢一个回旋镖，但是我们冷去那个模仿血，就是说一个韧性。只要他晕我一秒，大概只有晕 0.6 秒，所以有晕跟没晕其实是差不多。然后配合技能把对面的艾里给收掉。这时候看到对面的超人以及对面的鱿鱼。这时候看一下对面的鱿鱼 ，OK， 我们技能伤害非常高，我们等级15，他在8级。然后等一下技能的 CD， 看要去杀这个锦还是杀谁。
一个一技能进场，配合大狙成功收到这个银这个锦哦。这时候有一点小膨胀啊，就是之前飞到对面塔下，这里扭一下扭一下，毫不犹豫把这个空中巨人叫出来，然后这个我们的辅助配他非常人非常好，帮我们稍微卡了一下，牺牲了他，但是队友可能以为我误以为要进去打团战，稍微有点对不起他，就是把他们给卖了。但是 OK 的，我们这时候技能好了，一换一的情况下，四打四的情况下，还是我们比较赚。而且这时候上路跟中路的内打都已经掉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去推下路，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大家全部都要追这个超人，其实我觉得是不必要。这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追这个超人，继续推上路的兵线或者是下路的兵线。对对对，把这个塔给带掉，就是可以去下路的高地那里断个兵线。这时候丢个刀子，他没死，那我们也不要追了，因为我们也追不到他。然后我们就顺势这个兵把对面的下塔二。下路的这个二塔，也就是说内塔给摸掉了。OK， 把下路的这个塔给摸掉，对面就剩三座高地塔加一个基地珠宝咯。顺势配合队友，这个鱿鱼，我们可以再凶他一波，因为他的等级才九级，然后我们已经十五级了。这时候要摸这个塔，可是塔摸着摸着，哎呀，差一点就挂了。哦，我差一点又往生了，又是一个鸭血队，难道是双子吗？哦，对了，你们上次跟我说要我神魔之塔 ID， 其实我是已经没有玩神魔之塔了。对对对。想起玩神魔之塔就想到神魔之塔，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在玩的。我玩着玩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我相信你们有上课玩手机的一些经验嘛，就是我的手机被没收了，好，手机被没收了，好，然后就被拿去保管了，好，被保管就是保管了一年，然后我觉得好就这样吧。我以为我没有手机我可以好好认真读书，没想到好，我开始借我同学的手机开始玩了，然后玩到一半，经过了半年时间，然后最后还是买一只新的手机，然后信卡办遗失。对对对，我绝对没有教你们手机被没收的时候可以把信卡拿回来的方法。反正就是办遗失，然后再去你的客服中心免费帮你办一张信卡，这样你就有信卡了。然后那一只手机的信卡，原来的信卡就没有用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看诅咒没了，也来吃个深渊魔龙，把这只深渊魔龙很快的就把它给吃掉了。跟这个真男人，哇，跟他一起打果然轻松，你知道吗？他真的是真男人。什么艾瑞有一点膨胀，就是一个去挑对面四到五只，然后就被对面推回塔下，然后配合他们的队友把对面的这个兵我们先把他打掉，然后我们的艾瑞就是一个膨胀。膨胀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今天是你一个很肥的情况下，你一个人然后去乱打，就是你很肥，然后你乱打死掉了。乱打也不是说就是送头这种，就是会想说可能要一挑二啊，一挑三之类的。就是不允许的情况下，你给他进场进去开战，那个就叫膨胀。OK， 然后这里稍微 run 一下，这个超人撞的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黑暗之翼，我觉得不用怕，我们就一个进场，刷刷刷刷刷刷 ，OK， 触发成功，差一点把这个超人挂掉。其实我觉得刀锋宝贝这个版本或者上一个版本，它有偷偷改一点点，因为其实以前来说，它的技能它这样的话，它伤害是会算的，对。但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居然不算，就是很多伤害都被吃掉了，不知道是有点叉叉圈圈圈圈叉叉，真的。然后其实我最近在打排位，我只想跟你们说，我不是不想单排，我是我单排排不到对手，所以我才找一些人开始双排或三排，因为毕竟我开台，我打排位我都是开台现场直播打，我很早很早私下打，对，我喜欢跟观众聊天互动，然后打给你们看，对，跟你们一起分享我打排位的这些情况，而且可能我要不到了，你们可以在我开台之间去在游戏大厅等的，因为我基本上，我跟你们说，我这几天开台我都直接邀观众，想不到吧，我就问他们打哪里，然后他说可能凯撒中路辅助，我就好那就走了，所以对，我就是要路人，就直接打了，管他的，因为我重点是想进这个游戏啊，我也稍微看一下对面的莉莉安，因为莉莉安刚刚切回人形，所以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我们一套技能打在对面莉莉安身上，他是三分之一的血量，这时候我们一样把下路兵给清完，这时候对面超人观念非常好，稍微蹲一下超人，看他会不会来，来嘞，那我们就稍微偷偷打一下他吧，配合这个制裁，让他不能飞。这时候他开启大绝，然后鲶鱼也来了，就想要撤退吧。然后他血量三分之一，这时候对面莉莉安也来了，那我们当然是不能打。我们这时候想着拖住对面三只，然后让我们的艾瑞小丑跟我们的图人去拆中路的那个高地内塔，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这时候那个章鱼开大了，那我们稍微扭一下，因为他大绝是一个直线扩充的。然后这时候稍微扭一下，蹲一下看一下进场的时间。这时候看一下一技触发全能武器的效果 ，OK， 顺势的把对面第一座高地塔给摸到。这时候莉莉安变回人形，
他的位置有点太在前面，然后我们就一个配合队友，然后技能全部把对面力量给缩掉。这时候中路的小兵也刚好进来，也把中路给摸掉了。这时候摸到一半的时候，中路有兵吗？没有，那有点尴尬，可能要后退哦。继续摸对面的中塔，摸就对了，管他的，不停的摸吧。因为靠队友还在扛伤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继续把对面的主堡基地继续摸，摸着摸着小兵来了，然后配合队友的点主塔，然后这个超人还是守不住了，然后我们就成功顺势的把对面的基地给拿下了。OK， 这场打了33.2%的这个伤害输出哦，我觉得很不错，而且我觉得右下这一杯饮料看起来很好喝，现在又口渴，它是可不可的一杯奶茶，对，我觉得很好喝，然后给队友赞，不用恶意真男人，诶，他性别怎么是女生啊，呵呵。好啦 ,14%, 然后看一下伤害哦，男人打了 25% 也是很高了，然后相信对面也不弱，他还要叫我继续打，那就跟他继续打吧，然后我是紫薇玩刀锋，欢迎大家订阅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拜拜。